今天我要来讲的是，我现在怎么整理我的头发，因为我把头发剪掉了，所以呢，我呢就想说，来介绍一下我怎么整理我现在头发。先梳一下头发，然后把区域分开，这是我要的区域，这样。然后呢，在要整理头发之前呢，会先用一个保护剂，保护剂什么牌子都可以，没有关系。我用的是 Misense 的喷雾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今天要用的是这支梳子。你们也可以用圆梳就好了，但是因为我家刚好有这个梳子，所以呢，我就用它代替圆梳。我会这样子到底下之后，把底下的头发卷起来。然后这边也是。稍微让它在上面停留一下，然后再顺下来。然后这边会特别淡，因为我这边刘海有特别剪一个层次下来，所以这边会特别淡一下下。然后前面刘海部分的话，就是抓住。往上梳掉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